在我们青阳，每到月圆之夜会宰羊烤起来，然后升起篝火，所有的年轻男女都会过来，大家喝了酒就去河边唱歌，唱着唱就知道自己喜欢谁了。若这个世界凋谢，我会守在你身边，用沉默坚决抵抗万语千言。我是阿诗勒索，我叫阿苏勒。这世间一切都在无情的崩裂。有没有人跟你说你是我们草原最好看的男孩子？那是我第一次那么想要保护一个人。我青阳部自古以来的规矩就是幼子守夜，你是我最小的儿子，你就是青阳的世子，是未来要继承整个草原的人。数年未见，你都不记得了。喜欢一个人需要告诉他吗？是他。这誓言已是命中最美的相见，别人间笑容更是变你的脸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青阳世子的伴郎。从前的一滴一点，同生可以拒绝我，可你不能阻止我喜欢你。这是你说的。怎么办？我脑子一热，我就……仅代表我国国主，求青阳部世子为结盟之兵。这个冬天太冷，没有足够的粮食，一定会饿死很多人。拓跋将军，你是在用粮食要挟我吗？我愿意去。我想帮青阳做点事。陪你看美好的月，陪你多甜蜜的甜，陪你把我的风眼。你听我说，最后的要钱，这次去东路必须有人在北路去行使大宗主的权利，能守卫青阳还有镇言部的子民，没人比你更合适了。你在青阳好好等我回来，我从南淮回来就去找你，你可以不等我。好。他们都说南淮城好看，可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听见他们希望换你能够同意娶郡主为妻。郡主好不好看跟我也没关系，我只喜欢你。你要平安活着，待此次合同结束，我来接你回去。好。只是往后无论局势如何，无论是风雨雷霆，还是刀枪剑士，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一起扛。没事呢，你还笑。哎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呀？没事，